孙俪、胡杏儿、王阳明等一众艺人这天出席开幕活动。杏儿生小孩后，孙俪说是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两人当然要好好的叙叙旧。对，刚刚已经在里面有见到了，我觉得他真的超级好。昨天我给他发微信的时候，我说他说明他恢复得很好，因为他刚刚才出月子。我说如当我自己生完小孩，我出月子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敢出来见人。对，他才一个多月，但我刚刚看到他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，我觉得他超级厉害。我觉得他现在最重要是要享受当刚开始当妈妈的那种状态。而早前儿子等等六岁生日，他们一家去了庆祝，娘娘到现在还是很开心。对，非常非常开心，刚刚过完生日，然后六岁生日，我们在上海迪士尼度过的，然后跟他的同学和他的朋友这样，爸爸妈妈精心给他策划了一个 party， 对他来讲我觉得已经是最好的礼物。还有爸妈大大的吻当礼物呢。对，后来我的助手还专门在我的相机里面找出很多，大概他从六个月开始我们就这样亲他，已经大概有十来张了，所以现在看看好像还蛮有意思的，所以我们打算一直这样亲下去，亲到他不让我们亲为止。至于刚做完月子的杏儿，虽然身材恢复得很快，不过似乎还没习惯哦。还好吧，因为还是有很多事情要习惯，因为现在比较辛苦的是因为在喂母乳，可能三四个小时就要吸奶，这个是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哦。喂母乳是比较辛苦的，老公有没有帮帮忙啊？有啊有啊，他其实比我厉害，什么换尿布啊扫风啊那些他都非常棒，我觉得比我更好，我就是负责坐在那边喂奶啊吸奶而已。因为我抱他的时候我会很僵硬的感觉，对啊，我觉得他比我更好了。儿童场的王阳明就说很想跟孙俪合作哦。当然希望啊，他拍那么多，经验又那么丰富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演员，我老婆也会看他的戏，甚至我家人都会看他的戏，所以有这种，如果有这个荣幸，有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会把握好。小编也在期待着你们合作哦，香港报道。